唉，新妇入门头一天啦，我这老太婆就伫遮咧无闲煮咸糜。当初新妇是来友好，我新妇入门头一天是煮饭来个友好。唉，爸，哎，啊你咸糜是煮好啊未啦？我想要带上我哦，叫美玲吃。美玲，美玲，美玲，你开嘴合嘴拢是美玲啦。啊，伊是阮某啊，我无话要话讲啦。而且伊阁想看卖啊，妈，我和国庆哦，无一个养猪家。嘿，煮物件是你的强项呢，吼，妈，麻烦你啊，好啊，妹啊，啊，我带上我弟哦，美玲啊。等下，我来就好啊。我以前有出过水煮，唔惊去有传染。颠倒是你啦，唔通一只狗毛伫遐咧乱乱嗦，你若去有传染，大害啊啦！行遐尼紧哦，会传染危险啦。妈，啊你迄糜吼，紧放咧眠床头啦，明日要食口的。哦。阿妈，你迄糜吼，拄煮出来，少少的，想办法吼，用好啉，安尼哦，明日食落会烫嘴齿啦。哦。烧吼。无啊！我即摆是安怎落来听你的指挥啊？哈！伊嫌烧，安尼莫食啦。阿母，这袂袂烧啦，真好食呢。好食哦！哦妈，你看你啦，拄仔才煮了一点仔尔，美玲讲好食呢，紧来啦！你进去，搁去煮一鼎哦，更好啉。等下哦，明年嘛会使搁食吼。阿母，煮多谢你煮袂好我食，其实我当家己煮，你唔免麻烦。什么？你家己煮？哎呦，美玲啊，你过来阮家呢，唔免遐辛苦啦。啊，你想看卖啊？你去灶脚哦，遐尔啊热，啊你一落去流汗，流汗你就想要咬，啊咬者哦，到时面拢咬到破去啊，唔免遮辛苦啦。叫妈去煮就好。对啦，伊唔免遐辛苦啦，我来辛苦就好哈。死囡仔半日，哦，你娶某都袂见你老母啊是？阿母，歹势啦。免，以前哦，我嘛出过人的新妇，迄新妇哦，啥物步数我拢足清楚的。你哦，上熬的就是会晓紧时间破病。妈，我问你啦，谁会愿意破病啊？我不管你哦，伊是愿意也无愿意啦。今日婴儿的代志先解决，再搁讲啊。啊，婴儿什么代志啊？你敢无听人讲，头红空，唔是死某就是死人。所以哦，我等下叫顾客哦，把迄人客要困的迄个床哦，放喺遐，你暗时就甲我困遐。你爱去哦。你的口罩吼，千万唔通把我摕落来。我，哈？安怎？你有意见是？阿母，这我家己来就好啊，阿玲姐哪麻烦你？我感觉就歹势。哎，有啥物好歹势啦？大家拢是一家伙啊。妈，美玲哦，迄指甲真正爱夹较短，无到时伊会上着会咬破皮啦。啊，美玲是毋是还袂食药啊？妈，紧，你赶紧哦，帮美玲摕药来食，拜托个啦。阿母。美玲啊，啊你哪会流汗啊？流汗有细菌呢，是毋是伤热？唔免啦，我袂热啦。有啊，
真正是翁亲母亲，老婆啊拍车恁啦。我唔知哦，是因老母还是伊请的使用人啊？阿母是台生受紧张啦，我真正无遮尼严重，我会当照顾我家己。有听到无？恁母讲伊，阿人嘞，阿人嘞，人嘞。哎妈，手，妈，赶紧哦，帮美玲擦身躯啦。哎呦，老倌哦，应该擦一下，无有细菌。无啊，伊即摆是三岁囡仔是，伊敢需要我安尼一日干甲伺候？无啊，妈，三岁囡仔六十岁，我四十岁，我问你，阮倒一个有法着说着家己开只片？无法度嘛，你帮伊擦一下啦。阿母，你先去休困啦，我会较紧好起来，先好做新妇应该有的本分。安尼嘛，较差不多。谁啊？没，无我伸手帮你接。你即摆是咧创啥？上我边的啦！你安尼去有传染呢？你口罩咧紧挂起来啦，出去啦！安尼唔麻烦你啊。三话给你疼心，哇，实在是真歹命，食到这么老啊，我过来给你哄胎啊！真正要把我气死，我到底是精神人还是空想的坐啦？都是我上轻松的时间啦，果然啊坐在这甲你食水果，你拢唔知影，后生若是娶新妇哦，老母都去往放一边啊。我即摆哦，若是爱伺候两个后生，怪加伺候一个新妇。我早就甲你讲啊，迄三嫂阿笑啊，因咧早孙哦，出世就带衰啦，哎，因家的人吼，我嘛今仔叫卡着呢。是恁太生哦，啊戆人有戆胆，才敢甲娶啦。但我毋是无烦恼，算命先我都找六个安尼，每一个拢甲我讲，哎呦，因的辈子哦，偌好对偌好，安尼也毋是毋知影。对吼，你敢会敢若摕太生的辈子去学哈？啊，你无摕你的辈子去学老师看来啊？我要看安怎？我伫看吼，伊望着太生，去捡着你这个大家啊！爸，你哪会较早讲啦？